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节的国际 Plus 谈全球，我是王欣怡。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帮大家介绍今天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的国际记者甄怡。甄怡好。欣怡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当然了，这个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带大家来聚焦现在非常重要的这个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我们带大家来看哦，这个俄乌战争最近发生了一件这个有点像是旁边的一些事情，但是也是蛮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有一个俄罗斯他们非常知名的军事部落客，他叫做塔塔尔斯基哦，那他在这个圣彼得堡的咖啡厅里面呢，这个因为爆炸案所以身亡了。那么其实有这个匿名的消息人说，他们知道说现场其实有人拿了一个藏有炸弹的雕像交给他，然后之后这个炸弹就爆炸了，所以也导致这个咖啡厅发生爆炸事件。那么他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他是这个俄罗斯非常知名的军事部落客，他在这个 Telegram 的这个即时通讯平台有超过560,000的追踪哦。那他在这个平台上面，其实他的立场是挺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但是呢，他也会蛮直接的，就是批评这个俄罗斯在一些战争上面的一些缺失，甚至也会批评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这一些相关的高层哦。那么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他其实是出身乌克兰顿内茨克的煤矿工家庭，那他其实过去有曾经在矿场工作，也曾经开过家具店哦。但是他在2011年的时候，因为破产，所以抢银行，然后入狱了。在2014年到2019年顿巴斯战争的时候呢，他也加入了乌克兰分离主义的武装。然后在2019年离开军队来当记者，2021年的时候就成为了俄罗斯的公民哦。但是这个俄乌战争随着战事越来越焦灼，其实这个他呢，这个心态也稍微变得比较悲观一点点啊。他甚至会说，欸，其实这个俄乌战争必须要更换这个国防部长，还有总参谋长，这个战争才有可能出现一个所谓的新的转机哦。那么当然了，这个俄军的军事专家也有讲说，欸，这个布洛克他虽然说非常真实的评估前线反应问题，但是结果现在他反而就是身亡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因为他这么的挺普京哦，然后他可以说是，我觉得他你看他拥有560,000追踪，对啊，感觉可以说是他是俄乌战争的这种 KOL， 我觉得可以这么讲。对，就是年轻人可能都是透过他来了解所谓的俄乌战争。是，也许普京讲的话没有那么的传达到这些年轻人而已，但是透过他哦，是影响范围更大。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塔塔尔斯基哦，他被炸身亡之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在想说，到底是谁干下这档事嘛，对不对？当然啊，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就是把这个矛头指向是乌克兰了，他讲说这个还骂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政权暴力视而不见哦。但是呢，就又有一派说法说，其实会不会是这个俄罗斯自己里面有一些这个内部的斗争哦，是不是里面自己人把他给干掉的，有可能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俄罗斯里面的这个内部斗争是有什么讲到什么呢？其实有三派，一个就是这个佣兵集团瓦格纳的这个领导人普里戈金，再来哦是车臣的领导人卡德罗夫，还有甚至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肖伊古哦，其实他们都是算是挺普京派的，但是他们又各自有各自的利益想要顾，所以说这个有一个专有名词哦，叫做西罗维基，就是有军事安全情报的背景人士，但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去做一些行动，这三派都可以说是算是可以称他们叫做西罗维基啊。所以说他们会不会有可能是因为跟塔塔尔斯基有一些这个利益上面的冲突啊所导致，然后来把他杀害，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说法哦。那你要说这个乌克兰就没有内斗吗？也倒不尽然哦。看一下这个乌克兰这边呢，其实大家我们印象有就是什么亚速钢铁营，其实这一块呢，就是这个亚速营哦，它是被俄罗斯指称为是给它贴了一个标签了，他说是它是新纳粹哦。那它是这个开战以来乌军很有能力反抗俄罗斯的一个原因之一，他们兵力非常的强哦。另外一个叫做俄罗斯的志愿兵团哦，你看这个俄罗斯志愿兵团，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挺俄罗斯？没有，他是挺乌克兰的，因为他这些人组成的这个成员呢，大部分都是说是反俄罗斯或是反白俄的人组成的一个志愿兵团哦。而且他们还自称说我们是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但是这个乌克兰的军方当然是要干嘛？马上撇
亲关系要否认说我跟你是完全没有瓜葛的、哦、然后另外呢连这个之前去年九月的时候这个天然气的这个北溪的管线遭到炸就是遭炸嘛毁了，但是呢这是也不排除说是乌克兰的这个势力所为、哦、所以说乌克兰有可能把这个塔塔尔斯基给杀了，但是俄罗斯方面这个嫌疑也不小就对了。对，没错，我们知道这个塔塔尔斯基他其实这个被炸身亡之后呢，这个警方也公布了疑似是这个嫌疑犯他宣称犯案的影片哦，那当然也是影射说，哎，其实这可能是乌克兰在背后指使。但是就连现在有这个部落客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可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而身亡了，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持续的来进攻、哦、在这个乌东的巴赫姆特地区呢，有亲俄的佣兵就说，哎，俄罗斯其实已经完全的控制了这里，但是呢，乌克兰的士兵也不承认，还讥讽敌人说，其实要夺胜还差得远。弹药库和仓库燃起熊熊烈火，乌克兰士兵在巴赫姆特攻击敌军阵营坚守仅存的阵地。Чекаємо лише на команду і в яку сторону нам їхати, щоб це зробити. Тобто буде це Бахмут。亲俄佣兵瓦格纳说拿下巴赫姆特，但乌克兰不承认。东部司令部讥讽俄军夺胜还差得很远。另一头，梅利托波尔则是有亲俄官员遇上汽车炸弹，而近期这类恐怖事件频传。Россия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Это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действия. Это режим, который стоит.克里姆林宫提到的就是圣彼得堡咖啡厅爆炸案，炸死军事部落客塔塔尔斯基，一名女子遭警方逮捕。Что ты сделала? Я принесла туда эту статуэтку, которая взорвалась.俄罗斯公布女子坦诚犯案的影片，认为背后乌克兰特务主使，还指控就是和反对派纳瓦尼团体勾结，但显然亲俄佣兵团看法不同。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этих действиях, я думаю, что действуют.группы радикалов, которые вряд ли имеют отношение. 俄罗斯持续打压异己，扩大军事范围，邻近的芬兰也硬起来，预计周二正式签署文件，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接下来，瑞典也很快跟上脚步。Further increase Sweden's security and also further integrate.Sweden into NATO because 就怕入侵乌克兰事件重演，欧洲强化北欧国家防御，抵抗俄罗斯不断扩张的军事力量。TVBS 新闻怎么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谈到一个是跟这个民生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油价。这个 OPEC Plus 这个石油国的这个石油输出组织，它突然宣布说它要减产，而且是很多个成员国还有伙伴都一起说好，我们达成协议，我们一起来减产。我们先来看沙烏地阿伯呢，这边他讲说他们要日减50万桶，强调是自愿的、哦、说是要稳定石油市场。那另外一个俄罗斯，虽然他不是 OPEC， 但是他是 Plus， 他是他们的伙伴哦，他也说我要跟沙烏地阿拉伯一样，我要日减50万桶，而且要持续到2023年的年底哦。那接下来连这个阿联酋啊、科威特、伊拉克、阿曼、阿尔及利亚、哈萨克这些国家也通通有这个数量不一的这个减少出产的这个数量、哦，所以说导致说现在的油价是每一桶飙升了5美元。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对于整个这个现在这个高通膨的社会经济下，其实是相当的不利的。对，没错，其实现在很多的投资人就担心反而这样会加剧美国的通膨问题，引发进一步的经济衰退哦。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呢，被问到这个减产的影响的时候，他回答是说其实不会像大家想的影响这么大，似乎是想要稳定民心。敲钟拍手，美股周一收盘涨跌互见，其中 S&P 500指数小涨 0.37%， 主要由能源股带动，因为 OPEC 意外宣布减产。It was a surprise to all I think watchers and market followers. The swiftness of the move, the timing of the move, and the size of the move were all significant. 不等会期讨论再公布，下个月开始 ，OPEC 每天减产116万桶，马上扰动国际油价。That move is set to begin in May. It has sent oil prices soaring to $86 a barrel, about $10 higher than they were. 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带头减产，第一个跳出来骂的当然是美国。We don't think that production cuts are advisable.
at this moment, given the market uncertainty. 尤其美国高通膨危机还没落幕。 Higher oil prices complicate the current issue of sticky inflation right now. 市场更担心油价上涨促使联准会再升息，离经济衰退更靠近。拜登一句话安抚不了担忧，毕竟除了经济层面，石油减产、价格飙高，受益的正好是花大钱打仗、国库紧缩的俄罗斯。TVBS 新闻综合报道。好，那么现在这个日本呢，为了要抗中俄，其实现在有可能要来军援菲律宾喽。我们知道日本其实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他们拟定了一个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主要呢就是要针对所谓理念相同的国家实施一些军援哦，他们叫做这个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那所谓的理念相同的国家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所谓的开发中国家哦。会在日本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内呢，提供相关的一些国防装备、援助军用机场，还有加强港湾的建设。那当然了，第一波呢，其实就是要来针对菲律宾哦，计划是要提供这个所谓的叫军方警戒监控用雷达，那么另外还包括马来西亚、孟加拉跟斐济都有可能在这一个名单当中哦。而且日本其实也蛮有诚意的哦，他们2023年也编了预算20亿日元，大约是新台币4.6亿，来执行这个相关的计划哦。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这整个计划其实就是要来对抗俄罗斯还有中国的。嗯，所以说其实菲律宾现在有点靠近美日这边有点一起同盟的概念。对，没错。那我们讲到说菲律宾它其实最近也有做一件事情哦，中国大陆恐怕是不太高兴了，就是它开放了4个基地让美军可以驻扎在这里哦。首先我们看到一个是在最南边这个巴拉望省这个巴拉巴克岛这边就是离南海最近的，因为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中国解放军哦，这个不断的是在南海这边用这个人工的增岛啊，然后新建一些这个飞弹系统啊等等，其实让菲律宾、越南等等都蛮头大的。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个基地哦是在这个拉洛机场，然后另外还有是在这个伊萨贝拉省这边的一个军营也开放给他们。再来一个跟台湾比较有关的呢，是在北边哦，吕宋岛这边卡加延省哦，这边一个海军基地，这边呢就只距离台湾只有400公里哦，所以说这个比较算是敏感的地区了。那这个外界分析呢就说，美军呢是希望加强监控中共在台湾周边、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扩张行动，所以才在菲律宾这边增派人手。实弹发射海马斯火箭弹，这是美菲两国三月底的联合军演。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promo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小马克式上任后，美菲关系突飞猛进，先前同意新增4座基地供美军使用，三日地点也公布了，两处位于吕宋岛的卡加延省，其中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距离台湾最近仅约400公里，另一处军营在伊萨贝拉省。这三个地点被视为离巴士海峡和台湾颇近，另一处位于巴拉望省。巴拉巴克岛临近南沙群岛，中共近年在那里不断人工增岛和建制飞弹系统。It's not just about the regions, also for our forces to be able to respond to any type of disasters, whether it be natural or humanitarian. So this is about, you know, again, we do not seek permanent basing in the Philippines. 一个美军，他在菲律宾或者在其他地方去建立他的一个反舰的一些飞弹的基地的话，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斩断中国的这样子对外扩张的行为？这个是美军他最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目的，封锁解放军进入太平洋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毕竟翻开共军过去一个月扰台的航迹图，不难看出共军基建时不时延伸至我东南空域。而日本新版安保战略将透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引以提供菲律宾军方警戒监控用的雷达。因为其实对日本来讲的话，与其说台湾的话，不如说在更远一点的菲律宾，他就必须要开始布局。如果能在菲律宾这个地方，在南海就阻止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的话，那会不会对日本来说又等于多加了一层的保障？美方这波动作无疑强化现有盟友和第一岛链任性，对象剑指谁不言而喻。TVBS 新闻侯富华、刘婷婷特报道。
好，接下来带大家来关心哦，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呢，也即将在2024要登场了。当然，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动态，还有他一举一动，也是备受关注哦。他最近呢，因为涉嫌在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呢，支付封口费给所谓的艳星哦，遭到刑事起诉。那么就在台湾，预计在周二晚间呢，就会在曼哈顿的法院来出庭应讯哦。不过，川普日前呢，就已经搭乘专机抵达纽约市了。不过这一路上呢，其实可以看到不少的川粉来送行哦，但是根据 CNN 的民调显示，其实有六成的民众是支持川普被起诉的。特勤人员在川普大楼全副武装待命，准备迎接美国前总统川普。只是他抵达时，只跟旁边支持者挥挥手，没有停留，也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川普周一才在推特上说自己将前往纽约出庭，接着就从佛州搭私人飞机出发，一路上可看到不少支持者现身力挺。There he is!对着川普车队疯狂挥手，还有人是直接守在川普大楼前高举布条表达支持。I will forever support this beautiful man who saved our country one time and is going to do it again. 不过纽约政府对即将到来的应讯却是完全不敢大意，早已提前部署维安。While there may be some rabble rousers thinking about coming to our city tomorrow, a message is clear and simple.Control yourselves. 纽约市长奉劝市民不要有任何过激行为，因为根据 CNN 最新民调，多数美国民众都对这位前总统被起诉表态支持。And look at the results here. 60% of Americans approve of the indictment of Donald Trump. 40% disapprove. Look at this broken down by party, Wolf. As you might suspect, 94% of Democrats, nearly universal on the Democratic side, approve. 尽管川普阵营坚称他无罪，川普将在台湾时间周二晚上前往曼哈顿法院，究竟会有哪些罪名，势必掀起美国政坛新波澜。 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